哦，这个是真的还蛮古典的哟。对，也是个古典美女的。是的，掌声欢迎甄爱嘉。哇哦！爱嘉的粉丝朋友们在哪里？你们尖叫声欢呼一下！哇，今天呢真的是输人不输阵哈，你看还没有开始弹古筝前，那尖叫声先出来了。当然，我相信今天这个现场朋友支持呢，对于整个表演这个评分，我觉得也有蛮多加分的效果。没错，所以大家呢看到自己喜欢的街头艺人，不要吝啬你的掌声跟你的尖叫声喽。对对对，好，也欢迎大家呢今天来到我们的中正公园，一起来参与我们中壢區的街头艺人嘉年华的活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有请我们的甄爱嘉，我们的甄爱嘉哈，带来今天的古筝演奏，掌声欢迎他。
耶、yeah, ！掌声，谢谢真爱家带来的古筝演奏。耶、yeah. ！好，他的本名叫谢爱家啦，哈，对，欢迎大家可以去脸那个网络上面来加入他的脸书粉丝团。对，他这个是呢古筝仙女。对，哇，真的女生弹起古筝呢就气质加100分。对，但是到后面非常激昂的部分，那个气势还是有的、哦。对对对，这个是今天我们的编号第二号。来自我们的真爱家带来的古筝演奏，那目前在进行的是我们的纯音乐组。